好，不过跨年夜呢，这个在跨年晚会上表现得如何，大家还在讨论。但是呢，歌手在台上是不是有对嘴呢？来看到有些人呢说，这个飞轮海当中的当红炸子鸡吴尊，在台北市政府前呢，连跳舞跳到麦克风都掉了，却还能唱出声音来，怀疑他是不是有对嘴的嫌疑。但是对此，唱片公司严正否认。吴尊到底有没有对嘴呢？飞轮海所属的华研唱片表示，飞轮海绝对唱现场，而网友质疑的那一段主唱并非是吴尊，是其他人在唱，只是镜头刚好带到他，才引发了误会。